睡到没有？但是我今天都在家耍废。我其实还没有耍好的房间啊，但就是放弃挣扎，整理过的床。昨天有整理，但是刚刚从棉被起来，所以呢，床单换了。你们知道什么换床单吗？只有一个原因我会换床单。啊、哦，我讨厌，呵呵。第一个是 Bruno， 因为在这个，尿床没错，是 Bruno， 第一个不会乱尿尿。你们看到还可以换灯哦。我这几天真的一直过敏，我好生气。超漂亮的，你们看。果果，早安！我们今天在星空直播啊，我就长这样了。好了，我不玩了。感觉今天关灯比较漂亮。哎呦，为什么我过敏？我在过敏。对呀、啊。啊！我好生气呀、啊！哦。好痒，好痒。明天你可是对啊，我刚刚想说今天可以开晚一点，就发现说嗯不对，我等一下要去睡觉了。我要看到100没有问题哦。不行不行，还想开晚点。没有，不敢不敢，不可以给你们看到我凌乱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过敏越来越严重，我明明之前就不会过敏，我已经跟我的房间已经这样共存了这么久，为什么现在过敏？你想开晚点，想被我们骂吗？我今天没有化妆，就是因为我不想要等一下要卸妆，而且我今天都没有出门，我今天就宅在家，开始后悔周末直播了。因为周末就是躺在床上一整天，我刚刚在看《地狱厨房》。本来想在哦，但是我直接睡。对啊，不然你们来陪我看一下。明天要绑什么头好了，当了一整场的地长。大家今天玩得开心吗？有什么头头可以绑呢？啊，好可爱。
哦，昨天才洗头，今天不想洗。随时有可能断线的开心。好的好的。啊，三崎生，对哈，今天是三崎生的初登场哦。为啥不洗？要啊，要洗啊，表演前绝对会洗头的。试试汉娜的辣妹发型。辣妹发型。四次。什么是 loop 四次？希望三期生有听呢，反正明天再麻烦果果看 C 六就好了。好的 ，C 六，好的。勿熬勿犯。明天绑这颗头，你们什么？你们说如何啊？这是什么啊？勿犯，明天要还我。勿犯是什么意思？我真的椅子要一坐在这边就会过敏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是为什么？希望你做不到。晚安，你有时间我才不要绑那个故事。明天到不了，为什么陆克？因为卢卡不在，是这样吗？悟空的儿子，那是什么鱼王豆？你觉得我可能不强吗？强强必须强哦！卖周边的摊贩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悟饭明天要换我哦哦哦哦！我想说什么 loop 悟饭什么东西？我刚刚有点脑袋宕机，明天一样到不了。期待果果的心，我也期待哟。哈，你们明天应援悟饭们哦，我听懂了。感觉已经来到了明天了，已经。要绑什么好呢？你们说呢 ？Have fun, have regret. 九月生写的头不错看，头九月，你都大头吗？单马尾啦，不要，所以今天开一个小时，今天开到11:30，11点多，但我本来已经买好票，家里突然有事，哦，应援物分，高双吗？我现在喜欢放头发。因为我喜欢我的卷卷头，这很好看的，这怎么办？我好像每次都绑这样。明天要不要放？把大象拿掉？我不要，我今天没有法装，不行，我今天不行，没有大象，大象是我的好伙伴哟。啊，好丑哦！谢谢代发的
要啾啾你啊！嗨喽，草莓酱，你明天会来吗？连明年四周年也不要去，这是请了吗？明天见。深写那个旗袍上班路的精彩程度。包包头。不可能绑包包头上场吧？我的位置会移到，哇，这么好哦！试试汉娜的辣妹发型。想要放刘海耶，可是我就敢破喉咙。我很想，可是我很想念我的卷毛哎。那个可以下个月考虑吗？我想念我的卷毛。我想念我的卷卷头。绑什么好呢？绑什么好？你的呆卷呆毛不是一直都在，才不是那个卷，就是卷毛，是我下面卷卷头。感觉可以剪它了耶。感觉可以修一点点长度。啊，不知道明天要绑，只要不是波脑头就好。波脑头不是双马尾吗？反正我又看不到。你每次的发型有哪次说不要的？看德全的时候顺便看过来，好。对他停了。Hello， 肯定王。我在纠结，明天要绑什么头发，而且我觉得我这边要长痘，在我家这边超痛的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有没有鼻子里面长过痘痘，超痛？哟，我操 ！Nothing。
明天想要绑跟这辈子我有一个人，你说 Cookie Monster 的吗？有痛包超痛，问就是八马位，越来越期待三月，我们可以见得到面吗？眼我没有眼皮长过痘痘，我知道鼻子长痘痘超痛。建议双马尾，双马尾哦。我在看发型，不知道因为我绑头发都超久的，还不快来看小雨。对啊，小萝莉。十二月生日，你没有来看我的生日会，你去看新萝莉的生日会，我会跟你大吵架吧。大件最喜欢的，太过分了！你的生日会我有去啊，是吗？有吗？小雨让我想到果果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是小萝莉吗？这不很重要，一定要看清楚哦。好好看哦，果果比较皮，哪有，也是差不多，有啊，我躲在最边边，是这样子，爱抱小鱼，小萝莉，我们的小萝莉小鱼。Eyes blue like the electric, and I'm going down like the Titanic. 好想要剪呆毛哦，怎么办呢？好想要剪哦，可以把这边剪掉吗？剪成我的呆毛。我决定分果果一半，天哪天哪，太过分了，这人简直是太狠了。我每次表演都是要想很久，究竟要绑什么头发？绑什么好呢？
至少我的果果你不用担心，你的我不会分出去哦。你看德全啦，反正你有很多的，好可怕。他爸真的假的？那个呆萌一样，身高是不一样，而且小雨也很小一只，他瘦瘦小小。哎，妆发决定就好了。明天无敌替代义工演哦？为什么？哦，对啊，我今天真的是啊、哦，你们知道我几点要起床吗？我觉得我已经就是要准备了的感觉。每次表演前都会这样。业务卷，哇，你差不多六点，对，没错。等下可以去睡觉了。真的太夸张！他要去洗澡，天哪！一小游时数就关播。Hello， 玉。我在思考明天要绑什么头发。我先找到我的须须们。绑什么好呢？绑马尾好了。这个问题留给明天卷好头发的我好了，决定了。小果果还是我至今最喜欢的轮，是吗？那你明天六点就要起床？没有，我大概要准备三个小时。这样我五点要起床啊。卷头发，头发一个小时。化妆一个小时，穿衣服半个小时，我需要两个半小时，六七八，差不多。八马尾都好。玉明天会来吗？小果果什么的最可爱，不会来，哼，没关系。我好想要这边有可爱的桃摸，对，是被我自己剪坏的。可以把这边剪掉吗？哎，你们看不到哎，好像要把这边剪掉哟。明天公园没有小象哦，对啊，明天公园没有小象，所以要很漂亮。You will professional tomorrow. I will. 不过大果果就还是最爱的哟，但是最爱没有卷。最爱没有握手卷吗？ You have performance tomorrow. Yes, 我们有公演哦，明天。
在心里帮你们，我到了。你们欺骗我感情，卖锅炉呀！先关掉小象，不要再揉眼睛。希望我明天不会过敏，不然我起床要变猪头了。哦，我明天还要起来洗澡，那再多加半个小时，三个小时出门。5点起床，再让我揉一下就好。休息吧，还没啦，还没要休息。我今天睡很饱，起得来才怪。我帮你截图给志宏，不要，志宏最近，志宏好久不见，志宏好忙哦。志宏在忙吗？还是志宏就是志宏嘞？戴隐形眼镜可以点眼药水吗？点那个过敏的眼药水。几点关播？几点睡觉？我就是这么打算的。自动被平，他一直都被平衡抓走。哎、欸，眼睛很痒哎、欸，你们看不到我，你们看不到我。我没有在揉眼睛哦，绝对没有。为什么最近一直过敏，然后声音也不见，然后鼻子也坏掉？珍珠排了了。我好了，晚上好。他的班，他连平寒台都很少的，真的吗？哈，辛苦了志宏。哦，对，我好像是开始养猫之后很容易过敏。猫毛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耶。这些羽毛。哦，还不还是那个羽毛太肮脏，所以我在这边都会过敏啊。这个我的 dream catcher， 你们看得到它吗？我有拍到吗？因为我已经把我的地毯丢掉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边上面那什么过敏。啊，那个那么少的羽毛也会过敏哦，太扯了吧！它就算去了都不讲话。啊，你们看，真的吗？很少哎。它真的是因为这个的关系吗？它长这样而已，这样也会过敏，这样子也会过敏，真的假的？那我要把它拿去外面晒太阳。会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小白兔截图的是什么？不是截图，目前我不知道，会吧？你把，这是我之前放在这边的笑脸，然后我拿出去了，因为。我以为他是过敏源，他该不会是因为他吧？还有你要养动物也会，那我要把它拿出去逛，我要把它拿出去，明天中午拿出去晒太阳，明天起床拿出去晒太阳。可是那个不知道怎么清哎、欸，那把笑脸不行，笑脸是我的好朋友送给我，是 Marco。芒果，之前的甄选时期好伙伴，移到别的地方试试。那灰尘要怎么清？抖一抖就好了吗？不然那个难道我要拿？难不成我要拿去洗吗？我不行，我今天先不要整理它。每天才整理，不行，这个也是我的很棒的回忆。我之前去瑞士的时候买的，
羽毛对，洗了就变成无毛了，就不是羽毛了。我以为是挺放松的，不是哟。我错过了什么？小吴，请赶快去睡觉，明天还要跟我们见面。我决定，我今天只要播一下下而已，你们都得去睡觉。你们今天也，如果今天也两那个公演两场都有去的，不要洗小雨了。沙俊刚回神。你刚去度孤了吗？请大家赶快睡觉。好，那我今天不要播太久好了。你们要睡觉，我也要睡觉。这个人也要睡觉，他才不会睡觉。果果网，我今天才睡五小时，没有睡。天哪，哈，我还想看你，你可以明天来看我哟。这一期的票卖完了吗？肯定是卖完了吧？吗？我直接昏倒了，那你赶快去睡觉，我等一下就下播了，我明天要去喝喜酒了。你每天都喝喜酒，上次也喝喜酒，抓到。红包有到，没错没错，不会啦，醒了就好，才怪，请赶快去睡觉。上次我忘记你有一次也跟我说你要去喝喜酒，我只是去凑人数的。我吃完两个小七三角饭团就去睡了。好的哟，那我今天播到11点好吗？大家很感觉都累了，你什么时候要来喝我的喜酒？等你邀请我的时候，我要去吃汤圆。果果说等一下就关了，只有两件事情而已啊。公演就喝喜酒，跟播发喜酒，大全剧场。为什么不能说新娘可以吃汤圆的吗？好，你要被揍了哟！是想被我修理吗？啊，什么时候换成你修理你们修理我了？谢谢可乐王的告白气球，告白可乐王。告白气球？什么？为什么不能讲？因为被我揍吗？德全还敢修理我耶！竟然敢修理我！而且我今天真的过敏太严重了吧？为什么？怎么会这样子？今日过敏严重。开个窗户，我觉得今天外面空气还蛮好的。在直播间找回场子，看来见面的时候就完蛋了哟。乖乖就是要被修理没？不修理你怎么？你们现在联合起来欺负我吗？
虽然说等一下就要关播了，但是呢，我就突然就缩阳了。我今天真的过敏很严重，会不会是最近又变天呢、啊？还是这哎、欸，还是真的是那个捕梦网的关系？我今天明明一直都好好的呀。你就是在欺负他的那个，现在化妆是什么意思？免得又不算，不会还要你的吗？我们常常跑上，啊，就要下了还好。被狗狗骂到没脾气，谁欺负你我保护你，就是你呀、啊，你要怎么保护我？每次都是你在骂我哎、欸，有吗？没有吧。没有吧，不可能吧。你把我打赢就没人欺负你，现在给我发条作用。没有吧。好呀。请拿，哎、欸，哦哦，忘记，我刚刚突然过敏，有啊，我你也不知道，你有听到我声音？没有听一下，对，你外面怎么变那么冷？哪有啊，这几天本来就很冷。没有啊，现在变冷了，白天。在下雨吗？下雨，没有，没有，是好吵。看到你上面的天空这个，想到一首歌。哪一首歌？五月天有一首歌叫《星空》，我想《星空的错误》。再来，还想到啥？哪有啊？哪有星空？还有五月天那首叫什么？五月天哪一首？我妈问五月天那一首歌叫什么，她都看到我的星空，我不知道她在讲什么。星空。五月天，就叫哦，真的就叫星空哎、欸，妈妈。我妈在装冷。我两边眉毛长得越来越不一样。哪有，国妈真的嫩啦，国妈才不嫩呢。快变蜡笔小国了。嗨，我是蜡笔小国。嗨哟大家。我要贴一个大的双眼皮贴，这样明天比较好，明天比较好定型。你看这超大超大号双眼皮贴，我要生气哦！超大号双眼皮贴，
这是我平常贴的。我两边眼睛有长一样吗？你会掉透皮？什么是豆皮寿司？没贴好耶，烦耶。有咩？嗨，装嫩的妈妈。什么都有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我刚刚拿的那片怎么不见了？哪个？哦，你明天要拿去啊？嘿嘿。我不记得啊，贴个在封面睡宝宝。你不要欺负我们国妈哦，我妈国妈很喜欢绑两个辫子睡觉，她倒是在装嫩。这是你的秘密吗？国妈最喜欢绑两个双马尾了。我要贴出一个好看的形状，这样我明天的眼睛就会很好看。哎，这样好像可以耶。就不要用盖子的杯。不用盖子，它的，我再去买一只好了。我再去买一只这个。又是好看的吗？不要欺负岳母，我是半子哦。什么是半子？国妈双马尾。嘿嘿，不过要绑两个辫子啊。你明天也要绑双马尾吗？哎，这样大家都知道了。不然你的皮肤怎么那么嫩？国妈国姐一起走在路上，我都以为是三姐妹。这会说话，谁这会说话？另类 disco 姐姐，都跟你像姐妹。哦，另类 disco 我。我们姑姑怎么样都好看，你最近一定是吃醋药。第一个会像我口袋，你说这样吗？你有在我的口袋里面吗？不会。我的双眼皮贴有没有女婿？哦，这做女儿，你的你们看大健最近好反常哦。我每次都拿那个前镜头看我的。眼睛到底有没有？究竟有没有长一样？我长得很丑。妈妈，为什么我脸一高一低呀？为什么？我的脸一高一低，你看。你怎么了？你的脸怎么了？你生的。啊！吓的，我被你吓。晚上不睡觉，你如果晚上都睡觉，早上起床就是这
骗人你，真的啦，你骗人。妈妈，嘿，嘿，哎，啊啊！怪国吗？对啊，我当然怪国吗？当然，一定是怪国妈的。嘿，这是要几颗啊？我看不懂哎。还是那个太大颗。不大颗，可是这还有几颗？太小颗。四颗哦。大家问你们哦，请问应援棒要几颗电池？请问应援棒需要几颗电池呢？明天去买好了。为什么啊？那颗不，那个不能用啊。哎，那个，哎呀，我这来，哦呀。哦。我跟你们分享，我最近喜欢画圆圆的眉毛。画这么漂亮，等一下要做什么呢？睡觉。三颗，妈咪，三颗四号呀。嗯哼。哪招？嗯，擦屁屁的痱子粉才会一高一低，但是配我刚好。哎，我们刚刚在聊什么？你看，你撩我一个，我忘记我们刚刚在说什么，不是口袋里的。嗯，哎，口袋里会有。嘿。这件是我以前买的，剩下都没整理，需要我明天？不用不用，自己该充电时的，自己改哦，自己改充电时，哇，没本事！你在说好丑，只是说赞同你吧。我这边的眼睛可以下来，可是我这样子看镜子就还好，可是那个前置镜头拍出来我都觉得哇，这人是谁呀？记得买，时间到了是不是该休息了？长得很正是谁？怎么那么可爱？会不会？不会不会，大家不用担心。但是我就是喜欢播很久。明天可以看到果果几多分钟，你明天来看你就知道啦。眼尾贴啊，就这样吗？哎、欸，好像不错哎、欸，我明天就贴，你明天就会看到我长这样。还是我要贴在这？我记得有人会贴在这里之类的。我要贴胶带在这，会不会明天看到我这样？好累的感觉。为什么 NG？ 什么意思 NG？ 今天真的要早，今天真的会早睡。黑青色等烟雨，而我在等你。前面袅袅升起，就不够哦？有这种有吗？会吗？是吗？在平地上好里长征求的飘逸，
好窘张哦。就让我为你选。不呢？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哟。对不起，在偷滑手机，还是有点卡卡。真的吗？哇，好紧张哦，好紧张哦，啊，我好紧张哦。天，那边是城之内哦。果果明天要加油。好的哟。啊，很紧张。好期待明天，又好紧张，每次都这样，每次都这样。明天究竟呢？播了一个小时，还是想不到明天要绑什么。我想要绑跟四周年一样，绑高高双马尾。这里有人吗？我的右侧哦。C6，左侧是 Q10。有谁坐右侧吗？等一下要来敷脸好了，敷个脸再睡觉。你好，你个头，骗人！这两个位置吧，还有大家，还有吉米周啊，还有谁？明天还有谁会来？还有李维，明天李维也会来哟。还有谁呢 ？James 亮也会来。你看着我的眼睛像是在说谎吗？你摸着你的良心跟我讲啊！你有良心吗？你是黑心大奸。我是黑心，我是蜡笔小国。James 现在山顶哟，好的哟。在平地书好里草长草的飘逸。大剑心海底捞，好想吃海底捞哦！所以把良心买，可恶！那我看着你的眼睛，嗯，
在说谎。再让我看一下发型，我看一下有什么发型可以绑。要绑什么呢？外面的是在，刚没听到，高双级是正义，我才不要穿，我才不要高双跳那个，啾啾，咚咚咚咚。我剪男生头好了，你们说怎么样？我男生头，长这样哦。咦，这是汤婆婆，你们看我是汤婆婆，不行，不行吗？蝴蝶犬不错吧？蝴蝶犬哦，放去那个待考虑清单里面。我在想要帮哪郭婆婆，先不要。可是我之前呢，我去剪头发，我们就聊到头，我在跟设计师聊到头型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设计师说我剪光头也很好看，他说因为我的头型很好看。在骄傲个什么意思？我要当那个很大只的孩子。我在思考，我要现在去洗头还是起床洗？可是我喜欢起床洗，但我怕我赖床，我赖床我就来不及洗。那我等下去洗啊！我是不相信了，眼见为凭。好，脑子有问题，应该是很不错的吧？因为我的头就很好看，可是我没有那个。我的后面不是圆圆的，我的后面是，我的后面没有很圆。有人后面的头是圆的吗？如果是圆的话，头发就会很好看。我是可以叫你起床啊，电话09那次对吧？对对对，洗不是问题，吹吹啊，对哈、哦，我等下去洗好了。小时候有被注意的话，小时候妈妈，妈妈，妈妈讲电话去了，郭妈妈跟郭妈妈的妈妈讲电话去了。要国妈的事，我问他，因为我最近有看到，就是那种他们会帮自己的小朋友头上戴一个那个圆圆，一个很像安全帽的东西，结果是要跟我买车的。所以你接到未接来电，你都会接吗？因为可能就是可能是客人这样子。我每次有未接来电，我都不会接。最近会接啦，因为很害怕那个
学校打来。你的那个考试不及格哟，这礼拜考试，下礼上礼拜考试，我跟你们分享嘛。我们学了那个程式设计哦，还是什么？反正你就是要用电脑，我是电脑白痴，我真的是大大的放弃。我在那边挣扎了两个小时，我什么都做不出来。老师叫我下个礼拜去补考，没过。固定对外的电话号码。可是可能是那个什么别的地方，看是哪里打来呀、啊？你知道怎么开机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开那个程式，真的好难哦。下播之前要给你们看一个东西，我就可以安心的念吧。这个东西叫做没有网络跑不动。哎，大姐说不要不要，你手牌我改40张哦。这是妹妹投的，我说要考驾照，一年过后我终于考到了。而且我跟你们说哦，西恩哦，就是不知道哈，西恩哦，你要不要看看你留了什么？西恩今天有来吗？要这样玩就是了。你考到手牌，我其中一步填100张来约会。是谁讲这种话的呀？是谁呀？还敢逃跑啊？来看看还有谁，还要截图到。德全说你考上自牌，下次是真的追加30张，手牌追加50张加。噔噔噔噔噔，100张对自己真狠，果然是个狠角色啊！所以说我是40张对吧？这要准备了啊！留言请小心，对我都会留图证，留证据的哟，你们小心一点。对话记录有法律效力，手牌。哎，西恩你在啊，哈哈哈哈！你有看到你自己的留言吗？我其中一步填，对啊，我是考到手牌哟。而且我一次就过，因为你们说我只能一次就过。所以呢，我就一次过了哟。我努力存，你会不会逃跑？直接卷款而逃这样子，肇事逃逸。小雨的一半土回，你就还没要买？谷歌粉丝都跑路。可以诉求，不可以哦。你不要这样子是那个激我去拿我的驾照用。七单一定给你，哇！这么说话算话的吗？你们这么那个？我要请假了，明天见哦，伯承，伯承坐哪里哦？伯承你坐哪？合理要求啊！我就去拿给你们，等我。我是多么相信你才没赌，是吗？你确定你没赌吗？我记得你好像有赌哦，但是我没有截图到，还是没有。好像假设你是说你就不赌了。我当初是认为你考自牌我才会手，没有我考手牌哟。所以我刚刚是40张，没错，你要50张也不是不行啦。
没有结就没有了，可恶！大家不是50张吗？竟然手判一次过，可恶那个小先生！你就知道我坐哪了。好的，但是呢，我目前现在要去广播了。要现在洗头还是明天洗啊？可以开始念榜了，对，我要念榜了，要起床了。等我等一下要起床，我在侧洗哦，快点念，好难好难，要念了，要现在去洗头了。好，我先念榜。今天的第十名是随心，谢谢随心。第九名是竹轮，谢谢竹轮。第八名是龙魂翔耶，谢谢龙魂翔耶。第七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六名是黑流星，谢谢黑流星。第五名是博晨，谢谢博晨。第四名是浩浩，谢谢浩浩。第三名是可乐王，谢谢可乐王。第二名是吉米粥，谢谢吉米粥。今天的第一名又是我们的谁呢？拜拜，谢谢。就大卷没卷可以填了吧？都还没买。你整个观播流程跑也差不多是一点。我先透露，我不再洗。我先偷了我缺席，大家说300/350是什么个概念？山上还有3张没填。是不是要来跟我见面了呀？你可能会买不到 CD 哦，想逃避啊，大姐。关波拉宝贝晚安，逃跑人。好，我决定我先去洗澡，这样我明天还是先睡觉。我觉得我等一下躺一躺就不会想去洗澡，我就起床再洗。到嘉应，等下一波买不到，我们一起去吃海底捞。你们绕跑人是不是？还记得你要做些啥？记得记得，早点休息。好的好的好的，我要说晚安了，把订单小盒子给果果。我们这边有小小兵哦。晚安时间，大包晚安，竹轮晚安，西恩晚安，加速晚安，吉米粥晚安，大健晚安，茶茶晚安，德圈晚安，小吴晚安，西兰晚安，樱桃猫晚安，博晨晚安，欢迎正式晚安。还有谁还在没有跟我说晚安？ James 亮晚安，小白兔晚安，朱里安晚安，小吴晚安，柠檬晚安，黑流星晚安，陆克晚安。洗澡，保佑不要缺货。晚安哟，今天晚安。缺货就天意呀、啊！你们两个慢慢去小盒子吵架。吉米周那个检察官看好这个。这个黑心商家，3、2